全球变暖的原因。全球气候变暖是一种和自然有关的现象，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有人口剧增、大气环境污染、土地遭到破坏、有毒废料污染、水污染等因素。人口剧增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因素之一。由于人们焚烧化石燃料，如石油、煤炭等，或砍伐森林并将其焚烧时，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，导致地球温度上升及温室效应。当温室效应不断积累，导致地气系统吸收与发射的能量不平衡，能量不断在地气系统累积，从而导致温度上升，造成全球气候变暖这一现象。全球变暖会使全球降水量重新分配，冰川和冻土消融，海平面上升等，不仅危害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，还威胁人类的生存。